巍巍太行，孕育出天然甘土，平定古州，演绎泥与火的传奇。平定杀气始于战国，盛于明清，并与宜兴紫砂陶、广东砂宝齐名，史称三鼎甲。内外光洁，质地均匀，色泽银亮，造型古朴精致，扣之其声如敲金击否。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也造就了平定杀气的辉煌。这里丰富的铝矾土和白土资源，色纯，杂质少，绵软，可塑性强，是烧制杀气的绝佳材料。平定杀气传承人世世代代严格遵循古法和古训，凭借经验积累，口传心教，严格经过筛土、和泥、捏坯、成型、烘干、窑烧、烟熏等工艺生产。平定民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说：一干二压三筛土，四采五捏六入炉，七山八岔九熏烤，十分质量十分苦。这段顺口溜总结了平定杀气的制作精髓，也道出了手工制作杀气的辛苦。古老的平定杀气工艺在乡村的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艰难地维系着，2000多年流传下来的历史，传承的不仅仅是工艺，闪光的也不仅仅是杀气，还有热炉下铸就的太行汉子硬铮铮的性格。